障，全球有2000万人因此而失明。看不清志工们的脸庞，但清楚地听到最盼望的事。拿到通知单，设法来到大爱村做手术前的检查，一路也都有志工们相伴。在台湾接受看护员职训的多娜，终于有机会付出所长。很感动，因为我再次看到很多人，我可以帮助他们的问题，身体的问题。看诊的医师是夫妻档，两人再次同行，也邀约诊所的职员们一起来帮忙。Kalipay na mo nga makatabang sa kauban si Dr. Maui ang iyang ka iyang kapares nga si Sir Luke. Hinaot nga mas daghan patang matagabangan o daghan pang mission ang muabot. 1年1次的义诊没有因为疫情而停止，因为懂得他们有多期待摆脱黑暗。大爱新闻罗伯特阿莫斯瑞秋菲律宾报道。